我父亲被人刺杀，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，找到了一个八岁的男童，其样貌和我酷似，把他带回府中秘密训练，这就是今天的影子。 双方主帅一旦动手，等于宣战。你有没有把握胜过杨仓手里的刀？却不过是个下人，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。一合。 春分那天，家父被人刺杀，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，他寻遍了天下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八岁的男童，其样貌和我酷似，把他带回府中秘密训练，这就是今天的影子。 自求于斗士，而去揣测主公的心思。<笑>我在这斗士之间运筹帷幄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